第一位，三国谋士司马懿拥有英式狼顾的锐利眼神，摇曳不羁，一面兢兢业业协助魏国对抗蜀国进攻，另一面暗中策划篡位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野心之大无人而知，将理想成为现实。三天归属司马家，曹操早已起了杀心，斯人不能用则杀之，司马懿在职时勤恳却不出众，小心谨慎，不越界，也不趋势奉承，曹操都没能找到借口理由动手，直至去世。第二位，秦始皇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，横扫六国，一统天下，实现自己人生中一大夙愿。第三位，王莽，新朝开国皇帝，前期被视为挽危局的最佳人选，始建国，推行新政，史称王莽改制。第四位，朱元璋，草根出生，受恩郭子兴、大学士朱升等人，平定天下，拯救汉室，成为明朝开国皇帝。第五位，袁世凯，北洋军阀的领袖，清朝末年新政推动近现代改革，辛亥革命期间逼迫皇帝溥仪退位，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，实现中国一统，曾当选第一任民国大总统。